怎么的呢？还有导演的？哎呦，哎呀，导演在外面坐着了。哎呦，导演，完了，我都忘记角色的声音了。哎，那太好了。狗狗远离秋季过敏源，换十厘米。不是你们那个红点不给我们，我们怎么来呀、啊？我们只看到狗了。没有啊，嗯、我们一直在看狗。真的是这只狗！我想做林华小姐的狗。别了吧！天哪！我就是林华小姐的狗。哇，这一段录下来了没有？这一段应该录下来。录着。你们待会儿说。这一段就是花絮。你们待会儿要把这个录下来。太好了，这段就是花絮啊。